由光荣特库摩和万代南梦宫合作发行的钢弹无双，自从2007年推出以后，就相继推出了二代、三代的系列作品。而这次冠上了真钢弹无双的名号，不论是在游戏的系统、画面还有内容上都有大跃进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台湾万代南梦宫游戏日前宣布，真钢弹无双繁体中文版将在2014年1月发售。游戏将采繁体中文字幕及选单，搭配日文语音，还能继承日文版游戏记录，玩家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剧情。更贴心的是，本次收录了原作剧情，让你深刻体验钢弹魅力。在新模式中，玩家能够体验原作剧情，并且将会新收录钢弹 UC、钢弹 Seed、钢弹 Seed Destiny 等故事内容，并共有约120台以上的机体可让玩家操作游玩，充分体验爽快的战斗乐趣。游戏发售在即，快点准备入手吧！